好就可以完妆了耶。本人看起来好有气色哦，淡红干燥，有没有？它一瓶就可以搞定了，而且它擦起来很轻薄哦。对，哇，苹果精油，看到。现在疫情啊，就很多人戴口罩都不需要防晒，这样就会出现非常奇特的画面，就是一张脸，很多人都会觉得啊，擦粉一定会非常的厚重，尤其如果你是敏感肌的人啊，本身皮肤状况就不是很好，戴口罩又擦粉底，就让你的皮肤状况越来越差。大家平常都用这个保湿舒敏玻尿酸素颜霜，它是天然的矿物防晒，所以没有酒精，没有化学，很温和，非常适合那种敏弱肌啊、孕妈咪，还有那种低黏素厚的人可以使用。它虽然是那种高防晒系数啊，非常好推开，它很轻薄啊，不会觉得很厚重。你看是不是？粉看起来好有气色哦，这个苹果肌有看到？因为它里面有添加女生最爱的玻尿酸精华。所以它薄水吸收之后，你看整个肤色都提亮了，这边暗沉，然后蜡黄，高防晒系数已经不容易了。它里面呢、啊、还有舒敏的成分，有人参啊、积雪草、金盏花，它可以稳定修护我们的肌肤。本人看起来好有气色哦，淡红干燥，有没有？它一瓶就可以搞定了，而且它擦起来很轻薄哦，没有那种粉感，就算是你一整天下来啊，戴着口罩也不会觉得闷啊，然后有那种黏腻的感觉。防疫期间啊，你戴口罩也不用担心会沾东西哦，这样就不用担心残妆啊在你的脸上摩擦长出痘痘跟粉刺喽。你看，一点都不油。不管你是要出门还是在家，都要做好防晒。现在紫外线是无所不在的，而且紫外线霜啊，非常的亲民舒适，超给力的。